恢复森林是一项造福当代、功在千秋的工程，它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，改善我们和子孙后代的健康水平。通过植树造林和可持续的管理森林，植物和动物能够在新的家园生长和繁衍，它还能催生经济活动，创造就业岗位，改善人民生活。它能切实改善气候变化，它能改善人类所呼吸的空气、摄入的食物和饮用的水源，它能创造健康的环境，守护子孙后代的成长。现在就行动起来，携手恢复森林，创造更美好未来。